过眼泪在一个盆子里面的样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孙杨。OK， 我现在人呢在抵达的闺房，哈哈哈哈，因为我明天要一起去泰国，耶！但现在呢，我要来做一个明天的一个大任务的一个小开头。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之前那一部影片？就是我看了两部电影，然后我就是在房间里面哭包，然后我收集眼泪，看我收集到多少的那一部影片。那部影片出来之后呢，反应就蛮热烈的，下面就有一堆观众就是留言告诉我更催泪的电影。那我在那支影片就有讲，就是我之后想要做一个什么马拉松电影之类的，但是 before 在那个马拉松之前，因为那个有点难度太高了，因为那个要用一整天的力气去看，然后去哭。但 before 在那个之前呢，我就想要先来一个另外一个更特别的挑战，就因为我们明天要去泰国嘛，所以我就打算在飞机上做这个挑战。 Oh my god， 抵达，我在飞机上哭得像狗这样啊。你可以做到吗？你可以哦。我是希望我旁边的是你，如果是陌生人我就会是我了，我们坐在一起，可是我要当作不认识你，我超乖啊。我真的在飞机上真的是很有难度，一来就是我应该不可以发出声音吧。对，不然那些空姐都会走过来问你怎么了。对你还要卡。第二个难的部分就是我怕我的眼泪会乱飞啊，这是气流，多厉害的气流才会这样飞。因为我明天的飞机是差不多3个小时多，还没有。然后我就想到我可以看一部电影，所以我就选了一部，就是上次影片里面下面留言最多的其中一个。我猜，悲伤逆流成河是不是？哦，不是哎，哪部 ？Five Feet Apart， 那触不到的你啊，爱上触不到的你啊，因为我对那种色情片吗？爱上触不到的你，触乜嘢哦？碰触爱上触不到啊？什么触不到？因为那个是爱情片来的，那我就喜欢，我对爱情片比较 you know。 哎，你还有一个挑战，在飞机上面是特别干的，我看你的眼泪爆不爆出来。Oh my god， 很像是哦。迪拉讲他在飞机上一定要睡觉，因为他会眼睛干，对不对？会不会我就是脸就是很狰狞啊，一滴都没有出来。哼，现在我要进入一个重头戏啊，就是我决定换我的工具。你记得我那时候用什么工具吗？用那个杯嘛，量杯，对，小量杯。我准备要去屈臣氏找那种小瓶子，然后 before that 我就经过一个眼镜店，我就想啊，那明星眼镜是不是有那种瓶子啊？对啊，我就开门，我就问老板，我是来碰一下运气的，就是我需要一个小的瓶子，你们有吗？结果他就给了我，送给你，他送给我，你不觉得就很适合装我的眼泪吗？然后他这还可以盖哦。我把我的眼泪，只是我觉得有点难，就是它瓶口有点小，我就会真的我就有点，很有质感哎。你第一个是量杯，你要怎？Why？ OK， 好，所以我今天晚上呢就要去下载那个新电影，叫做 Five Feet Apart。Oh my god， 有一点紧张，也有一点期待。那就明天见喽，出发。要不我要先睡觉。OK， everybody。我现在已经在半空中了，我现在准备要到泰国，然后我刚刚很想睡，我现在其实想睡觉，但是不可以，我一定要赶快收集我的眼泪。哦，它里面还有一两滴，我先把它倒出来。我觉得我等一下会有点小作病，因为我现在有点想要睡觉，所以我等一下的眼泪哦，就是不只是那个看到哭的眼泪，也是很想要睡觉的眼泪。Oh my god。
这样，一瓶珍贵的眼泪就出炉了，还热腾腾的。你不是还有一瓶子的吗？它是左眼跟右眼，现在把它合在一起。它不是那个纯净水，它是有点颜色，有点颜色，有点白。你以为只有我的是这样吗？你的也是这样，好不好？看过眼泪在一个杯子里面的样子，就通常我的眼泪就在卫生纸上，就看到它。这个是 five feet 的 part， 还有一个罐子。size one， 再一个可能是里面上个悲伤。对，不然目前应该是半罐这样子。没有啦，其实这是我口水来的。这是你刚刚哭的眼泪吗 ？Yes， 我好恶啊！你才恶嘞，很浓白的，白的。你的眼泪也是这样的吗？真的。你看，好脏哦。你的泪水应该也，大家的泪水都。Hello everybody， 我们是啊不是，我们已经到了那个泰国的 villa， 好漂亮。那么现在呢，我要跟大家来总结一下我刚看的那个 five feet apart， 有点小失望，因为我觉得眼泪也没有到很多，我不知道还有没有蒸发，但是是这个量，看到吗？看到吧？意外了，这个很多人在下面留言叫我看这部 five feet apart， 其实我觉得。还好，虽然我是有哭到这样子的眼泪，但是没有像那个 A Star Is Born 这样两三天我才走得出来这样。不过在看的过程是真的蛮心痛的啦，我应该是有个画面，我现在是真的心很痛的那种感觉。我现在不应该会看很多人推荐的七号房的礼物，我前几集都是看就是 Love Love 的，我现在想要突破一下自己，看一些亲情的，然后可能还有一些狗狗的这样子。好啦，你就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，你觉得我下一步要看什么呢？好，影片就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就把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别忘记开启小铃铛，别忘记追踪我的 IG， 还有下一部再见喽，拜拜。